我的最终梦想就是能够像力挽狂澜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能在通信方面做出一些贡献。我到北京以后就想赶快来清华看看，到学校以后就感觉学校真的好大好大了。我相信每个学生都有这个梦想，就是上清华。但今天真的踏足这里了，我进来了。因为咱们国家的北斗其实现在是发展的比较好的，我就希望继续为祖国的卫星事业添砖加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第一时间选择回来当老师。我在这边长大的，我知道这边的孩子需要我们更好的教育。我也觉得读书不是为了离开贫困的地方，我还是选择了回来。开始是有好多人不理解，包括同事，包括邻居，包括亲戚。我说这个是我的一个理想，为什么不能去学习呢？我是不是可以也能够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